林可家族。喂，玲玲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包在我身上，放心吧。就是他了。小帕，嗯，你神神秘秘的干嘛呢？玲玲打电话来说，她需要一些水果来招待朋友，我正准备帮她呢。啊？可是现在水果店都关门了，你也来不及去买了呀。嗯。所以呢，我决定用这个水露珠来帮她啦。啊？你就等着看吧。现在是夏天，那首先做一个西瓜好了。西瓜呢就要用到红色和绿色，直接把珠珠放上去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喷上一些水。让它晾干一下吧。第二个水果做什么好呢？要不然就做香蕉好了。香蕉是黄色的。香蕉也完成了，喷水吧。喷水之后呢，这个水露珠就可以凝固在一起哦。好了，这个西瓜应该差不多了，可以把它缠起来了。哦，做完了。啊？可是小帕，这也不能吃啊。看我的，请出我的魔法棒，麻里麻里哄，变出来啦！哇哦，好神奇啊！真有你的。好了好了，我要赶快给玲玲送过去了。拜拜。